你们这些不锻炼的人，俺行不行啊，细狗？对，你让陈女士连我，我跟她连，我跟她连，我想给她看看我到底是不是细狗。哦，陈来了，哇！嘴哥，他们让我连你，不是你知道吗？我特别喜欢你，知道吗？你那句，哦，我真的我。行不行啊，细狗？对，你那一句话说的，你是说到我心里了，你知道吗？不是，那你现在还在健身吗？对，我健身，边健身边卖货，不然的话不行。我见了你紧张，你知道，我是好老紧张了。哎、你不是你健身一天健身多长时间啊？我一天健身看情况，正常情况下吧，好紧张，等我一会儿，太紧张了，能不能做一个猛男？不是，我发型搞一下，不是猛男见了他紧张，长得这么漂亮。问问题的吗？啊，我老想跟你连麦了，你知道吗？啊，你不是问哦，我问一下问题啊，就是你看我像不像细狗啊？就还行吧，一般。我觉得我还可以，还可以。嗯，我这个肘子比较厉害，最近这个肘子比较出名。嗯，一般。你平时锻炼吗？我平时健身的。真健身假健身？你不是？我真健身。我之前有私教的，我大概上了大半年的私教，但是我现在因为我刚到这边来，然后我这边还没有找好健身房。我之前在加拿大那边是天天健，就是一周是大概2到3次这个样子。你身高多少？体重多少？我现在就是我之前健身的时候是身高是1.64米，然后体重是52公斤，52到53。那你身材应该也还不错哦。你还行吧。跟我一样，还行吧，还不错。我发现跟你连麦，我感觉我在做梦啊。我有点不心思，你帮我打我一下，快打我一下，打我一下，快。我不打，快点打我一下，快。打不了。我看我有没有在做梦。打不了。好疼啊！我没在做梦，没在做梦。你平时你们平时锻炼多长时间？我大概是一次就大概一个小时。挺好，也要养成一个锻炼习惯，因为这个，身材还是比较重要的，因为现在对，因为现在能不能醒醒？能不能说话醒醒啊？我咋遇到？受不了了！不是我咋遇到你？给你走吧！我怎么遇到你就不行了呢？我感什么回事啊？行不行啊？不是你遇到偶像，你能行？你来，真的你还不如我呢。不要紧张。啊，你说，冷静一下，冷静一下。我感觉还在做梦。哦，疼的，挺疼的。脑那边换一边。啊，对，不，真的，九哥害羞了。我说的话真的害羞，真的何止不害羞吗？能不害羞吗？都快无语了。我不是细狗啊，我首先说一下，我不是细狗，我猛男。嗯，好的。行。啊，不能看腹肌，不能看腹肌，不能，这连麦不能看腹肌。其实，哎，我讲一下，其实我最强的是腹肌，但是腹肌，我们这连麦这两方加起来有10万人呢，不能看，这一看完蛋了。要被封了。没事，腹肌没什么好看的，我不喜欢看，不爱看那个。腹肌没什么好看的，你喜欢看啥？没什么好看的。你不能这样，你生活有点追求，你别老没追求啊！你女孩子有马甲线也特别漂亮。对，我有马甲线。你这个声音就这讲话就这样的吗？对，我讲话就这个样子的。要不然我说话多累啊！就我一直给你夹着，咱们连了4分钟了，我一直夹着说话，那我多累啊！那你说一句名言，我也说一句名言吧，好不好？好，你说吧，你先说。你们这些不锻炼的人，哎，行不行啊，细狗？啊，我们的家人挺好的呀，我们家人们挺好的，该我说了啊，发型整一整。哎呀，见了女神了，要整一整。还有长得丑是丑了点，我跟你说，说实话，这个胭脂确实有点丑啊。我有时候我早上起来，别管丑不丑先，我有时候我早上起来，我自己照镜子，我都把自己吓一大跳，你知道吗？我自己都自己吓一大跳。来，兄弟们。我们不做细狗啊，我们下次不能被陈女士一直说我们是细狗，我们要努力改变啊，一定要努力改变啊，要做一个猛男，要猛！哎，大家加油！一起加油，一起加油，真的很厉害，很厉害啊，可以。好，兄弟们，我跟你们说过很多遍，人要有梦想，一定要有梦想，你看看这个梦想是不是成真了？哪怕是你是咸鱼，也是做最咸的那一条，懂不懂？